二丫小妙招，实用又有趣。大家好，我是二丫。咱们平时穿的白袜子啊，穿久了呢就很容易变脏，尤其是这个袜子的前面以及这个脚后跟的位置，不仅容易脏，而且还特别难洗。那今天呢，二丫就来给你分享一个小妙招，轻轻松松呢就能把白袜子洗得很干净，和新买的一样白哦。咱们先把脏袜子呢放到盆里，然后倒上温水，然后再往水里面倒点小苏打，这样浸泡10分钟。浸泡好之后呢，我们往这个脏的地方上涂点牙膏。然后揉搓一下。揉搓好之后，然后再在水里面浸泡3分钟。3分钟之后呢，咱们再往上面涂点肥皂。这样搓洗一下。再拿到清水上涮一下。和新买的一样白哦，看一下这个对比是不是很明显呢？因为咱们刚刚清洗的时候呢，用到了牙膏，牙膏里面的摩擦剂呢，可以轻松地去除一些难以清除的污垢哦。怎么样，这个洗袜子的效果是不是很神奇呢？如果你也有白袜子的话，快试试咱们今天这个小妙招，效果很不错哦。那如果你觉得今天小妙招还不错的话呢，就可以给我们点击右下角的桃心，给我们点个赞哦。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3个点，把它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，让他去帮助到更多的人。那如果还想知道更多免费又实用的小妙招，欢迎关注我们二丫小妙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